做家務的男人是性感的嘛，即男人最靚的背影就是他洗緊碗，或者放緊衫，或者省緊廁所的時候。咁如果將即要寫一份歌詞講男人寫燙衫落去，啊都好喎、啊，即係譬如係啊分咗手啦，個女仔有啲衫唔攞走。咁正常，即係好好多好 typical 嘅，就係你成箱嘢掟寄翻俾個女朋友，或者揼咗佢燒咗佢啊嘛。唔係呢個男人將佢女朋友嘅衫燙平曬，然之後先 pack 好一箱寄翻俾佢。哇，咁樣都你諗下幾 bitter， 幾苦澀喎、啊。